我们麦子熟了，我们要去割麦子。你看这个赵腾红，哈哈，妈妈怕他晒黑了。太热情了，我们一过来，这些干活的人都过来跟我们聊天。哎呦，你看看这个乖劲，你看看。不穷啊！不穷还穷啊！俺都是个穷街坊，俺住的地方就是穷。哎呦，那个面子高了没高哈？还高的快，种大庄也快三亩，高了光那一弄了三四百斤。哦，也不好哈，踏实了。还不跟这个？你看，三百斤的。像俺这个还就一十个呀。哎，这好，也是种一亩。我是穷的，怎么的？嗯。哦，山东人真是太厚道了。太实在了，你看刚刚那个伯伯给我们拿了一袋子樱桃，他们家种的吗？应该是啊，嗯，甜吧，还行，还行，嗯，另外的樱桃核，嗯，我们刚才就一直等着这个机子，他把别人家的地弄完以后再上我们家来，现在上我们家地来了，这个就是我们家地。我在这看孩子，爸妈收麦子去了。那小家伙睡着了，睡了好久了，睡得还挺香的。麦子割完了，他们现在在收那个麦子。回来了，回来以后把这个麦子放到家门口给它晒一下。哎，现在机器太方便了，直接就。把这个麦粒都分开了，太方便了我。啊，让回去点，挺挺家的，挺热的。你不觉得热吗？哎，怎么热呢？我就摸不着，怎么就啊？我这个把这管子。你一蹦看到不行了。我在那里不是把那个钉倒，那个钉你看还自然的都倒出来，堵了我，我又往下放了，它不行，它就往下放，点上不下，加个山子往下放上，放上去了。